我在深圳开什么叫何总啊？你看，这个有个路空调，这个半独立啊，也是我们接的。你看它、开路灯，现在在赶工，不接。来，带你们进去看看。你看这个大门超帅吗？帅。这个大门超帅吗？好，这两间都是我设计师一定接的。好，你看你在接。加油。你在接。好，今天我们要赶紧打扫一下，好吗？好，你看要清楚哦。好，现在。你看这个很漂亮，进来这个，你看这个，你感觉好像拿到这样的。哦，小弟也在这边，你看，啊，好，今天加班啊，到十二点了，啊，好，你看小弟也帮忙，没办法，我们太感动了，啊，好，你看我们存上了多少多了，啊，然后里面我们不要进到太多天，就等我们到时候交公司明白，啊，这些全部都是新人钱的，啊，收尾，拜拜，林江，关注啊。